那生孩子是不是？配甲只能三次。生孩子好，三次。传统运举的正式教学。好。两脚跟与肩同宽，下来的时候手一样抓在膝盖外围的宽度，不需要抓太宽，好，抓在膝盖外缘的宽度，好，宽度。然后一样预备动作，预备。这时候你的力量一样从手腕回到肩膀的，好，回到肩膀，然后一二三，一样用大腿站起来。OK， 那回去的时候一样，臀先往后推，让杆子避开了膝盖跟腿前侧，接下来下放，可以点地。OK， 来，接下来一样，预备动作，预备。OK， 站起来。然后一样下放。两脚跟，脚跟与肩膀同宽，蹲下来之后，手一样抓在膝盖外围两侧。好，这时候抓好之后，预备动作，预备，背杆挺直，让你握杆的力量由你的拳头一直延伸到肩膀的正下方。这时候你的整只手背是处于拉紧的状态，你的背也是处于拉紧的状态。然后一二三，用腿的力量启动，整个拉起来。OK， 那回去的时候，臀先往外推，接下来垂直下放。好，那过程当中你要看一下，因为有的人他的膝盖活动度可能会往左右两侧外张，这时候可能就被手臂的宽度设限，所以尽量让腿的膝盖是不是能够顺着脚尖的位置，但是并不能太宽。好，顺着。所以一样，预备动作，预备，一二三，挺直。OK， 回去的时候稳住膝盖下放。预备动作，预备，站起来。下去的时候，臀不要高过于膝盖，要么就直接成一直横线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蹲低，站起来。预备动作，预备。好，这时候手就直，胸口就挺起来了。OK， 腰杆也挺起来了，臀部也属于紧绷。臀就是稍微比较高。对对对，就高臀位，就把它拉起来就可以了。站起来。好。直接直膝。lock 住了，锁住了。硬举。对。那直膝硬举还有一个好处。腿后侧、股二头肌肉也训练得到。就下去的时候，腿后侧是属于紧绷的。再用腰杆跟臀部，然后髋关节往前推。手臂完全放松，只要把拳头抓紧。好，后背训练机。我们人来到机台前方的时候，那我个人习惯握把先抓到自己想要的位置。那一般凹槽的话，我会对朝内，外面我不凹槽。缺口我会朝内，这时候防止当没力的时候手不容易往外滑掉。所以就会滑掉。习惯这样，当你握好之后，人直接顺势往下做。今天不管你的臂长有没有
臂长够不够，千万不要坐下的时候是举下拉中的，不要这样，好，一定是顺势过来，手打直顺势坐好。好，如果说我臂长比较短，我可能已经启动，那也是正常。对，反正不要有任何拉的动作。对 ，OK， 那人坐好之后，麻烦让你的大腿前侧直接在这个安全柱的下方。是 ，OK， 那接下来我会把头、眼睛看到我的握把是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身体会稍微微微倾斜，肩膀下压，胸口挺起来，一。二三，把手肘往肩膀两侧宽拉下来，是，不错，顺势慢慢回去。回去的时候回到九分满，除非累的话，你可以回到十分满，十分满就是手打直，一般我回到九分，这时候力量还在扩背跟后肩膀的上方。嗯、OK， 一、二、下拉的时候。不要感觉是用拳头在拉，是拳头只是握好而已，完全用手肘导引力量往肩膀两侧下拉，回去放慢，下拉，回去放慢。OK， 那我再单臂直打。当你下拉的时候，用手肘导引力量往下扯的时候，是，这时候来看一下，好，起跑线如果假设在这里。拳头先过起跑线，接下来手肘，最后才是肩膀。OK，OK，、okay. okay, 这样子的时候，后背肌会拉到，嗯，好，会完整吃到。来，我示范一个错误。如果当起跑线在这里，是，一二三，对，好，肩膀跟拳头同时启动，这一下的效果就不好。是 ，OK， 所以当下拉的时候，肩膀都压低，来，拳头先走，接下来手肘。最后才是肩膀，这时候你的扩背肌顺势拉到最长。是 ，OK， 好。那这个稍微停一下，手肘往前推，手肘，对 ，OK， 这样就这样。你是说不用拉过头噻？对，你要往后。姿势 OK。好，往后，就是后，就是练后，往下，练宽。是 ，OK， 这组好。这边的话，它可以做引体向上，好，引体向上，嗯 ，OK。那这边坐姿划船，这里。等一下，一旦过完之后，我们先把重量先调好，调好之后，人到机台的中央，脚踩上去，啊，臀部往后靠着垫子，这时候另外一脚要上去。上来之后，切记膝盖不要打直，因为同时在压迫锁死，所以稍微微微屈膝，再稍微往下。这个时候姿势是正确的。OK。握把它有分近距离跟远距离，是，你可以依照你的训练模式下去抓。OK。当你抓到远端的时候，人趴下来，你用正握的方式，一二三，人先挺直。这时候你手顺势就是把握感带到你指定位置。是。OK， 一二三，手肘往后带。来回过程中，你只要启动你的手肘往身体后面带，肩膀压低，胸口顶出去。再一个。好，我们过来的时候，先把中间的卡榫往外拉，这时候顺势调好，调好之后它高度定位之后，你人站上来，那首先先把你要的重量先调整 ，OK 之后是，接下来人站起来，然后手抓着握把。把左脚跨到这个柱子上方 ，OK， 一，人臂直，往后带远，臀用力往后的推，往后推远，
回来放慢，顺势往后推。OK， 过程当中核心发力稳定，让躯干能够一直六下两次之后，接下来下来，卡准拉开，换到另外一面。那高度取舍好，取舍之后一样，人在反方向站上来之后，一样启动的就画好之后，一二三，往后推远。这个肌肉它主要是让你大腿跟臀部那边紧实训练，是好。那这时候你训练的话，你的臀跟腿曲线会分明，就不会下垂。OK， 好，推远，慢慢回来，推远，慢慢回来。那个机械是二头肌，教学示范。好，我先一样，先把你的重量先取舍好，调好你的重量之后，接下来就是调椅垫的高度。椅垫的高度怎么决定？你要调高调低，很简单。你前面的靠垫，你只要贴住你的横膈膜，横膈膜 ，OK， 过来之后 ，OK。抵住了，嗯，那这时候握把那么远怎么办？很简单，站起来。对，先站起来，先把力臂缩短。那握的时候，你仔细看哦，握把这边一边是宽，一边是窄，是朝指尖的位置握窄的位置，所以这时候你要很顺势握得住。嗯，如果你是握宽的，你可能等一下像后面，你可能就开始握不起来。嗯 ，OK， 所以小的朝指尖握好。那握的时候，我们首先先握到最宽。当你握到最宽的时候，你训练的二头肌是吃在内缘的方向，所以等一下看，预备动作，预备，下来之后勾起来 ，OK， 预备动作在这里、嗯、，OK， Go， 上来把你的上臂跟前臂夹紧，夹紧之后下去两秒回去。上来瞬间爆发力，下去放慢。好了之后不要直接放，手有可能会折到。一样回来，安全放好，休息。OK。对对对，这样子安全。OK。这时候全屈曲的状态，所以刚好下坐 ，OK， 接近了，好 ，OK， 来，腹腔用力，然后贴住横膈膜地方的用力 ，OK， 来，接下来一个机会，刚好机会教育，手肘不能窄于肩膀的宽度 ，OK， 往外看 ，OK， 就这样，好 ，OK， 好，接近。哦，手肘不能窄于肩膀，不能窄于肩膀哦。对。哇，这样肌肉会练起来啊。握窄的时候，你启动了肱二头肌跟你的前臂比较多，然后甚至于是二头的中心点比较多。OK， 握窄，对，握窄的时候，那如果握宽的时候是吃二头肌的内缘。哦。OK。你的肩膀要宽于肩膀，手肘，对，其实手肘要跟肩膀成一直线。哦，对，不好意思，再进去一点。OK， 就这样。好，切记了。勾起来的时候，腹腔也发力，然后整个往后勾。这个是下背训练机台，那我们要一旦要准备要上去的时候，我们重量一样先调好，调好你要的重量之后，人直接到机台的中央。那过来的时候，先看一下它的刻画一到五，
麻烦一下，我们刻画直接到五就好了，除非你的下背的活动度不舒服或被射线，嗯，你的刻画就可以往上调宽一点，如果没有的话一样调到最五。好，这个柱子离地面越接近越好，嗯 ，OK。那接下来上来，你一定会看到踩点有两根，对，依照身高下去决定你要踩的远近距离。这时候你也可以踩近，也可以踩远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讲到，就是说为什么调到五？调到五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你的上半身跟下半身几乎像发夹一样，非常的紧密。嗯，如果这时候的腰是属于不舒服，我们就刻画直接往后调开。嗯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成这个状态。嗯 ，OK， 背杆挺直。嗯，发力。臀部往后坐满。嗯，这时候你的两只手可以扶着你的握把。嗯，一二三，往后倒。倒到哪里？倒到接到最后面，完全不能再倒。接下来慢慢的身体回来，让你的胸口接近大腿前侧，但是不要去敲到。好，然后一样，去的时候如果是一秒，回来二到三秒。这个动作它训练你的下背。好，回来越慢，让你的下背去吃它的重量。感受度会提升，千万不要。哦 ，OK， 回来慢。对，